疫情期间宅经济正夯，新北市劳工局结合网络四大电商平台推出防疫新生活新北庇护景后甲购物节，直到7月31号为止，网络平台上有众多庇护严选美食联合特卖，而且还有好康优惠，包括满500现折150元，满额送防疫小礼物等等，邀请市民朋友在家防疫一件就可下单。我们消费满500元，我们就现折150元。换句话说，只要350元就可以买500元的这样一个产品，这个非常划算。那第二个就是满800元，那我们会送防疫的小礼物，那这都是我们庇护工厂的产品。那第三个就是满1200，我们会免运费，这也非常优惠划算。新北市劳工局表示，为了全力支持防疫政策，鼓励民众宅在家不出门运动，这次严选了多项美食商品，包括各式饼干、养生果干和各式精致礼盒等等，希望民众一同来支持庇护工厂。民众呢，如果要想买的话，我们可以上我们这个新北市庇护工厂网络商城来下单，好，让我们这些庇护工厂能够有订单可做，那让我们这些庇护小天使呢，那马上也会可以有复工。马上有工作薪水，让他们能够有在这疫情之下呢，能够受到冲击之后呢，能够马上复工，能有一些工作机会。疫情之下，其实让许多庇护工厂的订单锐减。这次透过购物节的活动，除了有各式优质商品，还有好康优惠，欢迎企业与市民朋友一同用新台币支持身心障碍者。想要购买参与活动的民众，可以上网搜寻新北市庇护工厂网络商城。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